好，先过来啊。书上的不要一直载来吃啊。拿剪刀，拿盒子。好啊，老板你讲一下，你讲人家就会过来听。就是哈，一斤都100嘛。对，你们先看这个袋子下面有洞，可以看有没有？好看这样。看到颜色要黑的，有没有？黑的。好，啊，你就手抓这里有没有？嗯。啊，它是。 这纸袋上面不是有一条梗吗？好，升上去，有没有？有看到吧？来，你来试验一下。好，这里搞到好，好，你搞，好。啊，一揪，花嘞嘿，加了，好丢。哦。啊，差不多没，差不多长了差不多吧。就可以。比较大包了，就是要有一斤呐。啊，小包大概两包了。越大包越好吗？再说一下。好。要帮你拍照了。越大包越好，你就是先看这个。 要看呐，先看洞里面哈，这个孔有没有？你可以稍微撑开来看一下颜色要黑的有没有？黑的。哦，啊，你手抓这里，这里不是一条梗吗？纸袋上面不是一条梗吗？一只手抓着，一只手剪葡萄，啊，这个没有梗的，你就这个铁丝让它松一下子，因为它包密的，你松下去看到梗了没有？这个看到梗，两个梗哈。哎，对，很梗的地方剪哈，就这样子很简单嘛，手。 啊，那袋子不要剥掉，袋子要留啊，袋子没有重，好不好？哦，那都可以去，你要拿喜欢哪里就一直去剪，好不好？这个有半斤吧，一个，这个两个，哎，这个有半斤，这两个才一斤哈。啊，对。没有，剪下来整理，然后再包装哈。没有了，都没有嘞，然后自己剪哦。没关系啦，没有。有。里面还有吗？有。这里有人。 可能就有金腰链了。剪一下，只要给你夹啊！有大细人啊，我一定要买。小箱的多少？这里啊。这里还要吗？不要的，189。189。再去拿一包啊。这个你要吗，小姐？不要了吗？不要了吗？